卖入第八档的新华年会大街，准备伫这个月26号到后个月2号，伫新华老街登场。这个集合了165单，是经过着卫生安全把关的优质年会商品，有南北花啦，有伴手礼，当然毛美食区，要让咱的民众买了欢喜，吃了安心。由每一间摊商捧出家己的产品，一一进行走秀。不过今年的新华年会大街准备开始，不管是南北花，或者是百景好店伴手礼，或者是特色美食，拢食会到，买会到，种类会当讲是非常齐全。总共165个摊位，每一个拢是经过食品安全卫生的检验，为消费者的健康来严格把关。自从咱的赖议长，咱的赖经市长。伫新化开始做即个年货大街，一年比一年咱的人搁较侪，一年比一年咱的货搁较通，而且一年比一年卖了搁较好。所以我想这是年货大街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。自从咱大北港咱的年货大街开始成功了后，过来的所在拢开始纷纷一步一步拢嘛咧办年货大街家里今年第一年。新年嘛是有办啊。伫1月26号到2月2号活动期间，除了有年会让消费者挑选购买以外，佮安排了多位艺人到现场演唱，或者是街舞表演，有民众上佳的摸彩活动，有真侪大众买单台民众砸登去，邀请大家做伙来感受年节的热闹氛围。记者郑雅珊、葛佳明，新化区采访报道。